模子是啥？模子块头，烤个只影子，让伊烤进去，搿种模子。模子到底哪能来的？那我呢觉得搿应该是跟阿拉上海的工业城市有关系。好，好模子卡子浇头，哪能就变成坏模子？人模子洗洗手，但是黄车。打仗模子又是哪能打仗？我印象当中是调响仗。手头模子是哪能手法子？侬手到头了，就讲侬活年纪活了哈几十年，还啥也不懂，拎不清。除脱打仗模子之外，知名度比较高的还有些啥个模子呢？敲边模子啊，皮打模子啊，还有三光模子啊。闲话上海滩模子的故事，用上海闲话，闲话上海滩。我是高博文，欢迎大家来到闲话上海滩。让阿拉来看一看，今朝观众朋友们辣微信群里向又提出啥个问题呢？今朝辣盖广播里向听到敲边模子搿档骗人被老百姓戳穿的新闻，阿拉也就考我唻，敲边模子搿四个字哪能写法子的呢？模子我晓得的呀，但是敲边我就吃勿准了。想问问呐，敲边模子的敲到底是阿里一个敲啊？好，讲到敲边模子呢，大家侪晓得是指旁敲侧击引诱人上当的人。葛末辣上海闲话里向呢，欢喜起哄怂恿人家走铤而走险之类公道的人呢，也可以被叫成敲边模子。葛末敲边个敲到底哪能写法的呢？那有个朋友认为呢是敲边个的敲，那么这个是当然不对的，因为敲是读敲，不读敲。还有人认为呢，这个是这个敲边。葛末敲边个敲是不是写成这个敲边呢？阿拉咨询了几位妇女专家，认为最原始的写法应该是敲边。敲边嘛是一句奉承的成语，而为了防止布头的边散开来呢，就用针线拿布啊个边卷起来缝牢。那么拿针脚扛辣里向，搿个就叫敲边。大家呢用法用法呢，好像有了一种引申义，就是阿拉现在所讲的拖。而后来呢，为了区别的意义，后头迭个字的意义呢，阿拉一般就写成功叫敲边，意思区别。其实用敲呢，也有一点点实际意思往里向的。侬想，让旁边敲边个托，一边嘛哄抬不假，或者嘛引诱人家上当，确实呢，这个敲呢能联系了一道。所以讲，敲边模子正确的写法，敲边模子应该是搿能写的。但是一个来源呢，是阿拉搿个奉承的俗语“敲边”，意思分化之后呢，阿拉就写成了两个字。葛末敲边模子的写法是搿能写的，阿拉搞清爽了。为啥要叫敲边模子呢？上海话当中还有点啥个有趣的模子呢？那阿拉今朝就来聊聊模子的故事。模子是辣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头出现个带有上海特色的词汇，包含了近百年来上海人的民间智慧。那么模子到底是啥个意思呢？今朝阿拉来到模子上，想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上海模子啊，模子块头，模子就是讲这个人的眼头蛮大的，靠个只影子让伊靠进去的一种模子。模子就是那平常上海男人做事体老上路啊，老上台面。是模子模人啊，那是模子。有模人的意思啊，有个表演人。讲一般是讲是表演的，觉着伊是个男子汉。老上品的就，有老有人格魅力的就是。母子母子就像像讲的，像关公一样的，讲义气，讲够朋友的，叫母子，对吧？母子我来上海有个种好的意思啊，就讲个人老有腔调，比较豁得出去，阿拉个比较男人的种感觉了。你讲个人是个母子个样子。我始终认为是，就是上海人。看来大家的意见啊，侪各不相同。有讲母子是母语的，还有个人讲母子是人。那么模子指代的到底是啥等样的人呢？马路上老老少少对模子的理解呢，个人个人的各种想法啊，个人个人的定义，听上去呢多多少少是有点道理的。那么模子这个句闲话啦，到底哪能来的呢？这个模子有三种想法，一个刚刚一讲模范的模，模具的模，还有呢是模皮的模，就是模子，模子了，模子，模子嘛就得人一样，就等于伊更接近人，晓得吧？还有种是叫码头的码，码头哦，码头啊，啥个手头码是啥个码子？就后头码子是搿码头的码，哎，码头发码的码，哎，号码的码，对对对。所以伊呢，实际上我是去看书，有人写过的，就讲，伊讲码子无非三种，要么是发码，发码什么呢？侬称高头
搭迭个模子一样，我是一只，侬过来称物事，侪要搭搿只物一样重。实际上，伊也是起表率作用嘛。对对，对吧？以伊为衡量标准。绸缪呢是指搿种老早码头工人熬制一根竹签，因为侬扛了只包，怕侬偷回去，迭个是交叉用的，搿嘛是一对一个。毫毛呢也是工人的产物。对对对，毫毛。只有侬做生活了，到纺织厂、到钢铁厂，侬才有得工号。小店老板、一支店老板没工号。是的。所以呢，有老早殷商电车公司马票员跟司机互相不喊名字，后头八十年代听得到，3567啊，就在侬中间，对个对个，喊号码有号头啊，这个才是侬就讲等于侬有工号个，穿个衣裳呢，如果工作问题叫号衣，对吧？号衣号头印了高头个衣裳，啊，对个啊，对个。实际上我来想，因为搿种那属于阿拉个切口一类个语言啦，本身才是好容易意会。不容易这个解释的，模子两个字模应该是木头木字旁的模子，我觉着搿呢，模范的模啊，模范的模啊。那我呢觉着搿应该是跟阿拉上海个工业城市有关系。好，有了工业城市以后呢，就有刘书记了。刘书记做出来物事是啥？譬如讲阿拉现在搿堆三只杯子做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对，就叫一只模子，一只模子刻出来，一只模子里。甚至于老早人家讲两兄弟长得老像的，一只模子，一只模子里刻出来，就讲是一模一样的人。葛末侬去看，实际上。阿拉所称的模子哦，实际上伊辣辣阿拉头脑当中有大致印象，伊就应该是哪能噶人，是比较格式化，比较模子化，再叫模子，我觉着是搿能介种意思。因为只有制造业做商品一定要开模子，迭个学名呢叫模具，但上海人勿讲，我只是模具没个讲，就模子。那么丁浩老师呢，伊会得开模子，开模子老师是对伐？所以模子好了，后头一大路里产品侪好了。所以假使搿只模子开了好，出来物事好，厂商就讲，哎哟，是模子。是啊。所以搿个模子迭个是来了上海，当时号称叫500万产业工人，对伐？广泛流传，那么慢慢叫再加编程工来讲人了啥？那么哪能会得模子会得变缺口呢？刚刚马老师讲，咾迭个要讲到文化大革命，那辰光侪是以弄堂为单位，一个弄堂里向有一个。丁恒的朋友叫一只顶的，一只顶，一只顶。那么搿搭一只顶的，隔壁弄堂一只顶呢，常常要搞个。搿倒是。哪能勿去呢？搿么啥人啥到底啥人狠呢？拿请只模子出来，阿拉请只模子出来，搿么叫拍模子。对，出去个人侪是真个老老海外。搿是涉及到阿拉搿条弄堂，荣誉哦，阿拉搿帮小白了子个迭个荣誉就靠伊了了。所以呢，一辰光拍模子，比方拿啥个礼。啥女方里，侬说过不买账，拿弄只模子出来，啊弄只模子，阿拉拍拍看，啥人模子狠，对开，两个人单挑，不妨叫单挑，但是我真的是排式高，哎呦，这个好白相了，跟三国志一样，人排好字，下去讲规矩，随后两个人还要握手，还要讲句向侬学习，你像三国志一样，真的排了老整齐啊，现在啥嘛，现在。外观也没噶好，所以这个从这个工厂里向开模子，到陈老师讲个拍模子啊，这个模子到了上海工业化也有关系，瓷器有关系，到这个另外一种独特的文化也有关系，所以这个上海滩里来啊，形形色色很多的模子啊，一个背后啊，侪有交关有趣的故事。这上海话蛮扎劲，本来一个词语好好叫，前头加子的交头了，就通通变成味道了。比方讲。模子本来是指体型的，也可以用来表扬一个人讲义气、有胆识，总归是句好的闲话。但是前头介只交头之后了，又不对了。滑头模子、翘柄模子、三光模子，这些侪不是啥好模子。前两年啊，讲海派青客的周立波就曾经表演过一段打仗模子，表演得了活脱活像，让人一看到啊，脑子里马上反映出打仗模子的形象。打仗模子眼神啊，特别。伊个眼神没焦点，就比如侬人辣前头哦，伊辣正视侬，眼神是散的，伊别往里看到啊。侬人辣搿搭伊，因为分分钟准备老派来做夜宵。那么打仗模子走路样啥侪样一个老师搞出来，阿拉正常人对伐？正常人是大摊大同小摊，打仗模子勿是，打仗模子是膝盖大同小摊。而新的吧，你们现在娘去，搿个小张贴出去。
但是舞台上的表演呢，总归是有点夸张。那么阿拉生活当中碰到个打桩模子，到底是哪能样子的呢？这个周立波，这个打桩模子倒是有得活龙活现啊，蛮惟妙惟肖。那我想打桩模子，打桩了，那么总归是立了马路浪向了。而且我想打桩模子做个事体了。好像有点类似像黄牛的样子，因为打桩模子，我觉得上海滩上出现之后，这个行当到不断的让新旺啊，不断的兴旺，好像做交关事体了。具体好像伊拉从事点啥个行业啊？侬讲啥个行业嘛？不是，就是伊具体从事点啥物事呢？最早打桩模子呢，我印象当中是吊响桩。哦，吊这个帽子响帐，从响帐哦，就大家那次响帐吊，那么搿里向也可以有某有工具啊。那我插句，就最初呢，譬如讲，我有两只相同的响帐，我要去吊伊搿边一只，我没个响帐，好，搿么我拿搿只去吊，搿么辣辣吊的当中呢，又发现了，可我可能我一只好吊伊两只，对吧？伊两只好吊，别个人三只，因为有种响帐呢，三只两样，这个都发了动，三只不一样，有种呢，譬如讲我有种是海量版，对，有种呢，对对。几只去调人，还是像要学习，要学习。在搿辰光，基本还是业余的。第二只我看到就把打桩模式做得蛮起劲嘞，就是电影票。电影票，电影院门口的啊，这个打桩模式立满。搿个我印象。小小东电影院老早勿是有只广场嘛？搿高头立三五百人，东电影院有只广场。老早像调响桩呢，伊是响桩之间的交换，基本勿是勿出去勿出去钞票了。毛主席。而电影票呢，就是以牟利为单位，而且这个伊拉人开始，我觉着就是第一代打桩模子。搿点黄牛蛮猖獗个，蛮猖獗个。侬夜上搿朋友要看嘛，侬明显就要加动力。有辰光那个票子呢，比方搿只电影，外国电影勿大精彩。葛末等于领导开场快，还有一刻钟辰光呢，搿里向票房就是售票处还有靠着张票子了。几个黄牛抽钞票，先等于买贵脱。哦。因为侬买嘛，我生意勿成功个，买脱，造成紧张空隙。对伐？因为才一两个了，就钞票资金，我也亲眼看到伊了，三四个人讲，哎，侬记得跳出来，钞票叫跳分，跳出来，三个黄牛跳出来，就现在叫做瞎子，哎，瞎子，就拿这个十张或者十几张的最后票子，哪怕是假数，哪怕是啥，全部卖光，就侬来搿朋友一看，一问票子有伐，没，好了，那么有。马上往上来投上。对个，嗯，那老早电影院呢，如果票子没了，有只红灯一亮，看满，啊，看满，看满，看满，对对。改革开放后头，有个出国人员服务部，对对对。就搿辰光呢，侬譬如讲有一个人呢，出去一趟回来好带一样物事，带一样物事。有个辰光呢，伊出去趟数多了，对个。出去趟数多了呢，我买好了，葛末搿只大件个米票额度，额度哪能办呢？好。先是有黄牛就是来收了，我拿侬只黄额度吃下来，然后呢，伊再拿搿只额度高价的抛拨人家。我到了搿面一看哦，搿就是交关人，人嘛侪洗洗手个，但是黄车，侪老瘦个，长了老瘦个。我发觉有得搿个打桩模子，有得打桩衫个，像搿个啥个蒙德叫 T 恤衫了啥。侬讲了太对，一样个。哎，侬讲太对，因为如果我是有一个想拿这个要去买只额度个人，搿我去寻啥人去？搿一看就晓得。寻打桩模子，打桩模子有标识，就像侬讲穿个么蒙德叫啥规定个这个行业，没么哈穿条细热天一条细短，下头么拖。对吧？外头还交关黄车，有辰光没车子。对个，因为侬大件呢，一家头搬不回去。有固定的点，哎，而且个打桩模子，伊固定的这个搿只面孔啦，有辰光就是招牌，所以讲迭个人轮到车个，可信度也是强个。因为侬迭个首先侬勿好骗人家，或者是搿个，伊是有物事拨侬个。所以就讲现在一讲起打桩模子，包括周立波啊，大家就想起就来了迭个叫永辉公司下头，对吧？五角商店门口啊，永辉商店门口啊。实际呢，最早就是来了迭个陕西路以后呢，是来了五角商店门口，勿是来了永辉公司门口。因为五角商店高头呢是可以有只，就等于像还有永辉商店门口、北京路，哎呀，侪搿门口侪有，哪能呢？有迭个钞票好去买里向个进口商品。进口商先是桥尾区，桥尾区再加了只台湾区。桥尾区呢，因为侬必须侬外头有侨民个，伊每个号头侬迭个钞票寄进来以后，寄外汇来，伊拨侬寄到桥尾区，拨侬个点奖励有桥尾，那么再有个台湾区，搿两个双管齐下，做到今朝呢，电影院里还是有搿种介人。我倒有趟碰着，我就是想夜里跑到了搿边，想看场电影。黄牛也有，但是我觉着现在搿黄牛没劲了，伊勿讲上海话了。侬觉着
打仗我是必须到上海我结果侬讲车票多少钱一张，侬就觉得没劲了。各种那侬各种老早种时代的回忆的么子呢，消失掉了。就像现在有点这个演出，侪要靠黄牛，黄牛就是风向标，包括现在最好乐队。到上海来演出，啥人决定演这个是黄牛？黄牛觉得搿票子是搿乐队老有价值，辰光伊票子侪收脱。葛末搿个辰光呢，实际上整个演出市场会得极其火爆，极其火爆呢一票难求。那么如果侬黄牛觉得哎呦搿演出一般性，好了就冷落，搿只演出市场就下去。搿我晓得呢，虽然搿打仗模式啦，上海是蛮多的。但是好像搿辰光是辣辣暗头里向，哪怕辣辣龙塘和立了海呢，伊也不管啥个唐人王子个。因为搿辰光好像我记得法律浪向有一条啥个船名啦，斗鸡刀布捉起来。斗鸡刀布是谁呀？哎，是的，是的。那莫老师讲，我想起来，因为我有点忘记脱了。哎，叫斗鸡刀布，斗鸡刀布船。实际上是一直要捉个，正式个这个黄牛，正式个打仗母子，一直要捉。有电影票辰光要拿电影票收脱个，到后头是个这个廿五弄门口这个打仗母子还要捉个。那么现在呢，搿条侪是没了，但是黄牛还是辣捉个，因为要是叫扰乱这个市场秩序。哎，侬几个每年这个啥个重要的啥个事体，这个很老火爆，经常电视新闻有，那这少年们又捉了多少黄牛啊？所以这个打仗母子是阿拉上海这个一句俗语，从这个侬想上海今朝工业化开始，由开模子、拍模子，到现在打仗模子啊，这个一个发展。但是呢，叫到模子啊，也不单单打仗模子，好像还有交关其他的好几种模子了，对吧？模子这个字啊，可以讲历史悠久，上海人呢侪不会得陌生的。模子从生产一类产品演变到归类一类人的行当，这个确实是上海人特有的智慧。那么除脱打仗模子这个知名度顶顶高的模子之外，大家还能讲出来点啥个模子呢？当模子、俏皮模子。就讲模子嘛，啊，打仗模子。模子诶话，上海就讲是一种小吊模子啊、皮带模子啊、打仗模子啊，还有种石头模子。打仗模子有的呀。老早飞香烟，飞香烟、飞电票，打仗模子呀。皮带模子啊，俏皮模子啊，有眼打仗模子啊、赤佬模子啊，还有三光模子。那刚来刚去的知名度比较高的模子，无非就是打仗模子、礼堂模子、小兵模子，能够讲得出小雕模子、手头模子、三光模子的已经老不容易。那么老上海闲话里向搭模子加浇头的，还有点啥个花头呢？除脱这个打仗模子啊，阿拉搿个马路浪向的观众啊，又补充了很多。比方讲啥个手头模子啊，一个啥个赤佬模子啊。那两位老师是？这个老上海，哪觉得这个模子现在还好？这个“咖喱”两个字成功一个上海的俗语。实际模子我讲了讲，模子呢，实际一百多年前上海就开始讲模子。模子了。就是交关模子，比方讲叫三光模子。哦，三光模子。三光模子实际上就吃光、用光、打光、打铺里向打光，是现在的月光族。月光族。那么还有叫吃金模子。吃金模子是门槛金，门槛就是讲这个便宜呢，了前头的，吃亏事体呢，朝后头倒。吃金模子，还有叫吃兜模子。吃兜模子呢，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就是打相打或者说像豆花里向，就是比较吃硬的意思。吃硬的。哎，比方人家要冲过来打了，这啤酒面上等了，砰！啊，我啥人都是。就吃苦母子，吃豆母子，还有叫疙瘩母子，比方阿拉做节目叫疙瘩母子。就疙瘩节目，疙瘩母子啊。老早上海滩上有句闲话叫疙瘩母子哪母文那么搿句闲话是抢了结棍了。哪母文就是 number one 第一了。那么就是这句闲话是。这个人是头条副手，搿档模子哪模子？还有只手头模子，手头模子呢？我曾经小辰光呢，我去问一老爷，送个手头到底哪能意思？手嘛是写上手的手了，头名的手，手名手。那么有种人，大多数人讲不听的版本呢，是讲侬手到头了，就讲侬活年纪活了讲几十年，还啥也不懂，拎不清，根本就喊侬手头模子。但是有种老爷说反对，你讲不对啊。是讲伊手刚刚开头，是像小人一样，一生还是胡子，就是讲。哦。总的来讲，伊就手老早了有句话讲叫“摘不光葱头，劈不光个手头”。头哎。我觉着手头就基本就是这有戆大的意思了。对对对。我印象深的是小吊拇指。
小雕木雕木子老早有，现在还是有。譬如阿拉有的辰光讲，哎，问起这个，哎，那公司的搿个人哪能哪能？小雕木子啊，后头不要再讲下去了。就近在不也？近在不也是搿种搿人呢？这个种小家伙去雕呢？是应该是雕得一个雕，是那个这个雕来起的。但是格局呢是不高的，派头不大的，小聪明嘛有有，小手指小手指弄弄啊，小报告嘛打打啊，这么小动作嘛做做。那人家一刚刚到一上里头一走，小雕木子，前头加了个现在之后啦，多数好像那贬义的多。对对，中性也有个，褒义个好像不大有，不大有不大有。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随着个时代个变迁啊，个上海话个格局阿拉变阿拉变，哎，就是阿拉弄前头个现在个这个两个是 not， 后头两个是模子啦，模子也变了，是褒义字了，对对，而且不侬把人家称到模子不得了了，是模子啊，对个，所以现在侬看阿拉讲上海滩西这个名人啊，为上海做出贡献啊，比方讲这个姚明啊，模子，对吧？某某人啊又是姚明是模子，为啥道理呢？实际上姚明现在回来，以这个篮球队啊，篮球队夺钞票的，夺钞票啊，对，篮球队就是钞票夺下去，东方赌送的啊，搿个送现在是不大赌了，伊夺钞票下去完全。就是为了，因为伊从搿支球队出来的，伊就从搿支球队出来，没人赌钞票嘛，没人赌钞票哪办法呢？冠军也当不着个，算了，我来赌啊，搿么搿是母子啊，所以现在个母子倒是比一个褒义字了啊。哎，就是侬假使是去看这个篮球，哎，老早是鲁湾体育馆，现在到女生去了，对吧？侬只要夺进一只球，不管两分三分，不管侬是外女还是阿拉就是讲男女，哎，下头球迷齐声喊。比方讲，刘伟母子，刘伟母子，这个哪能？这是种球迷文化，所以现在喊母子，实际上是起到加油作用。那鼓励阿拉球员，还是球员打得好啊！上海特色，那个是有滴滴呱呱，对，有上海特色。对个，对这球迷文化，我下去欣赏，我真是下去欣赏。球迷啊，也是觉得这个上海本土里向去寻个词汇出来，对对对，来体现伊拉个心情。是，我觉得母子个是蛮好啊！啥人进球了就是母子。哎，所以现在那个母子讲成我讲以前啊，有对视啊。有担当，或者是很乐于服务人啊，或者伊做出很多见义勇为啊，搿才是母子啊，或者母子搿个好做到对伐？叫母子哎，我觉着打蛮好，打蛮好哎，又体现了上海特色，因为吃口搿样物，吃口搿样物事了，本身是吃就吃口了搿样物事，江湖吃口搿样物事呢，或者侬这个江湖吃口，这个啥了正经人勿应该讲，实际上凡是吃口侪老生动活泼的，搿是个，搿女的凡是吃口女侪积极。这是紫金文化里出来的一些些话啊！伊因为有自然淘汰制，侬叫我讲了话，我不随侬啊，口口相传。对个，我不跟侬讲，侬随不起来。所以母子搿两个字现在还是没有生命力，我觉着没有生命力啊。下期希望就是上海就应该有结结果果，像母子能跟上海，母子斗地对吧？母子斗地，能散发出正面的好用。斗地，因为阿拉可以理解上海是好一个开母子的地方，哎，那么要开出来母子要斗地，里打母子。华母子里的 number one，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前后呼应，两边夹击，哪能够练就一双红眼金睛，不知华风的手头母子呢？闲话上海滩，当心李大母子。从那个小女的